他们还逛着呢。他们还在上面吗？你看看这 GoPro 在这儿呢。不是，只走了一个人。只走了一个人。对，我觉得现在走的那个人叫王月行，是吧？因为他最着急。对。这个蛮个性的，有没有更便宜的？我选择最好的、最舒服的床垫，其他的那些100块上下左右的。哎呦，这个我也想。哎，其实不矛盾，预算够的话，我可以放一个在床头，放一个在卧室的角落，完全不纠结。这个我也要。我建议你买这一款更舒服一点吧，您不是夏天你用怕热吗？这一款。哈哈，太棒了，就它了。羽绒枕，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我们这边的羽绒枕。啊，这个就它了，我不挑，不贵就好。这就跟节目组来了，下回我自己来，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预算。好的。这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吹牛了，吹牛了。你会一直陪我到结算的地方吗？好吧，我陪你过去，没问题。谢谢盛哥，盛哥。好的。你真是个好人。你有孩子了吗？我有孩子了，好像宝宝刚刚2岁。长大之后，宝宝，你看这段节目的时候，我真的你就知道你爸爸真的是一个特别热心。啊，乐于助人的好人，谢谢。嗯，虽然我订了这个房了，我回去还得量量我那个窗户，我不能挡着窗户。要是挡窗户的话，我就要这个床了。行哎，我这好哎。啊，就是那个上下铺。对，反正我是铁定买那个。反正是这样的，我跟远远，我们那个是肯定能装的。对，你们屋肯定没问题，因为我那个对面就是个窗户。你们最长是多少？2.4米。这样，我回去一趟，我看看。啊，何远，去看一眼，没事儿。这远有咱们追梦的路远吗？你这说的，你这行。我看看我要失去多少窗户。人有的时候就是一种选择，你要真的喜欢，可能要失去一些东西。这宽度是1米，哎，我失去1米的窗户，哎，1米的窗户的话，1米，就是哇，我感觉我属于这里啊，跟这个融为一体了，是吧？你是看着我今天这个穿搭来给我推荐的是吧？就他了啊？不是，不是这种。我觉得这黄挺好的，马卡龙色。这个太金了吧，就过于金灿灿的了。这个有点像宫廷里面的那种金色了，金缎了，对，有点宫廷。我真的想盖个金色的，想就盖，不要犹豫。懂了，亮哥，你说我是要这个呢，还是要这个呢？你这个一副全部穿军大衣的感觉啊，是吧？有点素了哈。其实素好，因为咱们的床是白色。对，白色其实你有个素色是对的。你看，就跟我其实选素色，我建议不要太花。对，但是无所谓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们的床在上面也看不见。所以你的意见是，你想咋就咋的，想咋就咋的。我是觉得都还可以，那怎么办吧？你就买个十套，每天换。我这个预算感觉还没花完是吧？跟您待会儿到我们那个信息台给您算一下。对，算一下，我把它高低得花完了。Hello， 您好。您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总数是66件，然后呢，其实平均每个人就是11件。还有个这个，这个也是嘞。
然后现在一共多少个东西？13件。那样。这个灯不是两个吗？可以算一件吗？对。他的衣柜它是两个，我这衣柜就是一件，它这系统里只能显示两件，怎么办？那是两件，系统为准。那我现在就是12件是吧？是的。我就多穿那么一件，高于平均值一件，其他几个兄弟不会怪我吧？应该不会。哎呀，床单舍一件吗？现在66的话，大家每个人11件，还是不要超平均值了。我宁愿让就是别人多一点空间，别自己就是多买了。可以的。哎呀，我就是舍不得这两个。你挺快啊。你是女士，你觉得呢？夏天要来了，你要不是凉快一点的吧？完全不纠结。好，符合标准了吧？11件了吧？你可以买11件。大家一共可以买66件。我11件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平均哦？哎，理论上你现在来了，你先弄30件就都行，说他们后面就不够了。这次总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11件，件数刚刚好，达到我们的平均值，金额刚刚好。完美。你这是全程请了个帮手啊。哎，你看看这，你看看专业导购。哎呦，要不然还是你苏公子。开玩笑，必须啊。哇，我今天这个购物的过程非常的愉快。谢谢谢谢谢张总。谢谢沈哥。回头有机会请你吃饭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太棒了。哎呀，购物成功的感觉就是爽。我现在几个东西了。16件。嗯，衣柜组合的话，它是一个组合。你不要吓我，16不是那个柜子只算一个。你吓我一跳，我超了，我只能买10件啊。神哥，哎，过来结账啊！你买完了？嗯。柜，床边柜你买了吗？你还买床头柜了？没有，我没买。你也没买是吧？先买床上用品，床上用品就占到4-5个。现在好像总共可以买60多个。你先来可以先结。后面他三个来了就不管他们了，现在可以买40件都可以。真的啊？那有点说不过去吧。我那床挑了1.2米的。月心，我那床挑了1.2米的。你选那么小，你那是1.5米是吧？对，1.5米乘2米的。因为我喜欢这个，但是这个没有了。但它有个小的，就是1.2米的，所以干脆算了，小床嘛，1.2米也行。你买太小了，1.2米，你滚都滚不动。滚去哪呀？我看啊，床上用品的确认就行了，我这保证能今天能睡。床垫也有，被套也有，枕头。凉被、衣柜，好，我现在多少钱了？你的预算只花了1半。啊？你很会过日子哎！我买我开始买点缀的东西了。床上用品已经 OK 了吗？枕头、床垫、被罩，还有床垫，都有了哈。都有了。菊花，这是菊花吗？我的房间是马卡龙风格，所以很好看的呀，那个。对，但是这个就是因为太便宜了。你说我是不是应该买贵一点的地毯？主要要买自己喜欢的。我喜欢贵的。这一个地毯吗？对的，对的，就是这个地毯，买大的毛毛。你买多少样了？我多少样了？现在只有16件。16件了。我现在几个东西了？16件。嗯？怎么可能有16件呢？你买了啥有16件？这个不要了，这个不要了，这不要了，这些小件的不要占用它们，垃圾桶也不要了。
它有些组合的一起的，它算一个。那还有一个椅子。它这个只有黑色了，可以吗？不行，我就是要这个卡。棕色，但是它也是今天到不了，它要时间比较久。多久？如果买这个的话，大概要一周左右。一周。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好看呢？这个颜色，还有刚才那绿色的，你看一下那绿色那个，这个，那个好看吧？那个质感好很多啊。那就那个吧，等吧。哦，那不够。我够，我帮你买，再从我的房间挪过去。你还有钱？我还剩一千多。你还有一千多？嗯。那我就是要那个椅子，那我要椅子，我来买，我重新规划一下，我去掉一件便宜的，你帮我买，我帮你买这个椅子就行了。聪明，呀，合作愉快，就这么愉快决定，够。十件这里。十件，等于说我还可以多一件是吗？对。垃圾桶还是植物呢？看到他心情会好。我还买这个的，我花了一个名额，这个跟我们家以前我们家金毛，这个很像。可以。我们家金毛叫毛毛。OK 了 ，OK， 谢谢啊，辛苦。好，走。OK， 好，搞定。哎，咱俩是最快的吗？Allen 最快 ，Allen 最快啊！哇，他请那个在这里的服务员帮他当导游，我要什么跟着走。哦，买的贼快，咚。灰色真可以，灰色跟白色搭很好看，有一种淡淡的忧郁的气质男孩的感觉。我就是那种淡淡的，对，装大蛋。哎，我喜欢这一套哎。我跟你说，我但凡我金黄色，其实应该选这一套，但是我觉得太花了。我结果想另外的金色的。哎，我就要它。向日葵啊，多好！把这个四件套买了，我就直接走了，我 OK 了。我走了，好，我们马上走了。哪一套？我要这个吧。黑灰吗？黑灰，黑化回灰吧。灰吧，好，可以，好。这个您得帮我推荐一个床垫，稍硬一点的，对。然后预算不要太高。单，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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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单。那我们先开单呗。我跟他除了床罩不一样，其他的全部都一样。那就来吧。帮我把那床删了。啊，把床删了。哎，对。哦，你想要这个床？对，那床垫的尺寸是一样的。哦哦，好。对，而且这个还便宜呢。哎，超了，已经超了3000块钱了。啊！我还有这个椅子呢。这个好，我跟你好舒服。它一坐吧，你一这样，它是有一个调整，它可以伸缩。是啊。哎，刚刚也是选的这一款。谁？陈楚生、王栎轩是不是？是生哥吧？对，冠军款，冠军款。那必须选这个。一会儿我少一点，我匀给他。啊，没有椅子了。我们这里没货了，调货过来要一周。好的。还超953。还超953啊？哎。咱是不是我记得那个是不是有一个展示区，就是那种什么残次货品的展示区，在哪里？收银台的左边。我要去看残次货品，你等我一下。当年我们买了好多残次品，一样用的，没问题。哎，这不刚好有我想要的那个？钱够了 ，OK 了。我在残次品区找到了这个打折的，便宜600块钱。这残次品这个颜色是我刚好喜欢的，心想事成。我看我还能那个什么能呀？哎，我那床垫，
床垫。你给我换个便宜的，我要便宜的。我的腰好，我就喜欢睡不好的床垫。呀，还有200的床垫。腰好。这样，先把这个200的给我下单，下单。我现在钱够够的。又超了200块左右，超200块钱，还超200。你稍等，看亮哥有没有啊？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我这一块好了 ，OK 了，嗯，舒服，谢谢啊，谢谢，不客气，谢谢，搞定，辛苦啦，那咱可以走了，大功告成，心想事成，撤了，撤了，开心，开心吗？啊，买东西还是挺开心哈，嗯。可以回去了，嗨嗨！啊啊啊啊！收工了，收工了，收工了！你还留着这张照片啊？那个时候我们还很青涩，但有拼劲。要是还能感受当年那股拼劲就好了。我再拼一次！嚯！花是美酒三四五，快乐胜千金。升级了！人机配汉堡，华莱士吃好。人机汉堡吃好，快乐好友到老。本节目由超快乐的中国华莱士独家冠名播出。本节目由让你轻松变厨神的家乐私厨酱系列赞助播出。有汰渍没污渍，本节目由超强洁净还得汰渍赞助播出。芒果 TV 官方合作号卡，动感地带芒果卡，伴你快乐每一天。上小芒买一人同款，享超低早鸟价，一人签名照专辑免费送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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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终于回来了！你好快哦！哎，你们都什么风格的？你们房间？我就是床的床垫好一些。我为了选那个床，我床都变成1.2米的。我就喜欢那个床架，那个床架1.5米都没有了。我说实话，我想选个1.8米的床，就是那个大床，我想睡得舒服点。1.2米小了一点啊。哎，你买了个什么落地灯？我买了两盏，一个放在房间的尾巴当装饰灯，一个放在床头。买了没有？好像没买。没买床架？不，衣架。衣架挂衣服对吗？所以你房间是个1.2米的床加一个没有衣架的配置。对，我刚刚忘了，我还买了个植物。没买衣架，买了个植物。好了。哎，我谁都没喝一口。我要不要？谢谢。这咋喝啊？就这样，搬开就喝。是这样吗？嗯，是这样。那不这样喝怎么喝？可以喝。它这样的，它这个是插吸管的，然后这个就直接喝就行。哎呀，满意。逛街还是很开心的，尤其逛家居的感觉。1.2米是有点小了。我买了个1.2米的，好啊，啊，我们买了0.9米的，啊，我们你是宽吗？啊，就你买的最宽的，啊，你们买0.9米的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我就算是我1.8米的窗，我都是只睡一个边，所以就是我觉得也不用浪费了，现在也挺好。我不行，我要把那个我的那个很窄的房间的大部分空间都用在那个床上，一进去就是床。进去脱鞋上床，大部分的预算全花在床上，主要还是因为不是咱们自己的钱，挂起来特别的畅快。我还剩50多，我剩600吧，500块钱我们应该能够吃一个搓一顿。哦，哎，我们去吃那个土家菜吧。可以啊，去，我直接去。